断电了。嗯。它是断的嘛？不要发光。嗯，不要发光。你看那个发黄了，但是没住。它不是发黄，叫发糊，叫糊了。你的意思吗？哦，这个意思。比如说，他要是想打个弧线，是不是得需要哪个花瓣儿？都需要单独上的。你眼睛有红色就这样了，你长这样了。